曾传兴，四川省内江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致公党湖南书画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员，湖南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南青年油画艺术委员会荣誉主任兼学术主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内江，临江而居，因水而兴，更得水之灵。画坛大师张大千就出生在这座美丽的滨江之城，他的艺术成就对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对土生土长的内江人曾传兴来说，内江更是他艺术启蒙和成长的地方。我们当地呢是一个丘陵地带，也属于山清水秀，所以当地人很多人都喜欢画画，有这么一个传统。那么我在个大的传统环境之下呢，也就小学就开始喜欢画画。这个一喜欢呢，反正就是小孩嘛，就是玩儿，好多带一种游戏啊，就画得挺开心啊，什么都画，什么连环画呀、啊。这个门神呢、啊、或者这个有些家头需要装饰啊，我们都画。当然那个时候呢主要是以这个中国传统绘画为主，比如说这个水墨啊，我们那叫国画，就画这个玩儿啊。我们那个小学呢也开了这个美术课啊，叫图画课，不叫美术，叫图画课啊。我们那个其实我的小朋友里头，小伙伴里头有好多都画相当不错的，只不过说我后面一直坚持下来啊，就把这个兴趣爱好就是一直把它延续下来了，没有做别的，去爱好别的一些事情。在曾传兴的人生历程中，有两个选择对他来说至关重要。1993年四川内江艺术体育师范学院毕业后，曾传兴被分配到了家乡的一所乡镇中学教授美术。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让他萌生了继续深造的念头。工作一年的他果断辞去公职，于1995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然而毕业后回到四川任教的曾传兴，为了追求心中的艺术理想，再一次离职回到了北京。辞职了第一次呢，我这个艺体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呢，在我们当地我的家乡一个镇上教中学教美术。其实这个美术在那个学校呢是我去填补他们一个空白，因为以前是没有美术课的，也没有一个美术老师。我在教了一年，然后就发现这个教书啊，就和我的最开始的学艺术的这个梦想有点冲突。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也就是画家。我还是为了我的理想吧，我就辞职。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在大学待了，考上之后呢，99年毕业，然后又到泸州师范学校去工作。但这学校是一个百年名校啊，说起来是挺有历史。他第一个创始人是我们的革命家，叫恽代英。我在教了一年，我发现这个气氛不太好，跟自己的追求也相矛盾，我又辞职。啊，这是我第二次辞职。你看，第一次呢是一个初中老师，第二次是一个师范老师。有人说，理想是让一个人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在艺术的道路上，曾传兴也一步一步坚实地走着。2003年，曾传兴创作出了《纸新娘》系列油画中的第一幅作品《是》。在这幅作品中，他以精确写实的艺术手法和独特的艺术方式，表达了他对生命意味的独特理解和体验。
他在很好地承继古典主义油画语言的同时，更开启了以艺术自身定义和命名的探索之路。在北京闹非典那段期间，我和一个朋友在这个聊天，我就问他，我说我认识你好多年啊，五六年了，但还没见你家人，也没见你小孩，是吧？也没去你家拜访过。我每次都是在外头喝茶啊，吃个饭。他说他离婚了，啊，之前我们谈得很开心的，啊，之后呢，可能我这个问这个事儿呢，可能戳到他的这个比较敏感或者是这个比较忧伤的事情。说聊他的婚姻和家庭的时候呢，他就是挺悲观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再也没有走入婚姻殿堂。我想呢，这个对他的刺激啊是很强烈的，所以当时我就创这么一幅作品叫《试》，用那个白纸啊，用几张白纸把它裹起来，这个很多褶皱，裹起来之后呢，就像包裹的像个蚕蛹一样，很多块面具有这种雕塑的美感。其实这种很多块面、很多褶皱，其实也像这人的一生呢，并不是一帆风顺，并不是这个平坦的大道。所以人们很多祝愿词都说，祝你什么事事顺心、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啊，这些都是祝福词。是人的一生当中呢，会遇到很多这种坎坷和很多这种磨难。其实用这个纸这个符号、褶皱的这种语言形式，就传达了我当时要表达东西。就在作品《试》创作完成之后，曾传兴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创作了《纸新娘》系列的25幅油画。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既有对古典写实油画的传承，又有对其图式的突破，同时张扬着后现代的审美意识，既重视美的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探索，又重视在术作为油画基本技术层面，诸如造型严谨、技法娴熟和制作精良的一些基本特征上的提高。最早的新娘呢，是一个很虚幻新娘，背景都是很虚幻的，没有具体的物象，有种像超越时空的、很荒诞的，就是表达我的内心一种想法和理念，呼唤人们对这个美好婚姻的向往和对美好婚姻的那种呵护。那么新娘从荒诞中的新娘，那么还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呀，成为自然中的这个现实生活的新娘，说后面背景就有所变化，从荒诞虚无的到后面背景很具体的这么一个渐变过程。比如说有画了这个夏威夷的海，就这个皇室新娘，也画了这个张家界的这个风景，以背景做纸新娘。最近呢，我也正在画一张挺大的画，一个御史新娘。这么那个背景呢，是一个我们的永乐宫壁画的87神仙卷的一部分。我觉得有的时候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怎么打上中国的这传统文化的烙印，我觉得很有必要。最近还画了一些橙纸新娘橙色是吧，整个就是很金光灿灿的，非常辉煌我觉得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也就是人的这个婚姻，实际上我觉得就应该辉煌，那就应该让这种照亮更多的这个光芒，照亮更多人，影响更多人，让他们感受生活的美好，就是去驱逐这些很消极的因素，这样我觉得比较有好处、有益处。
如果说曾传兴早期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虚实对比，背景虚化突出人物的特征，而现在作品中的新娘仿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停留在当代图式的表达层面，更多是在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交集。从红新娘、蓝新娘到黄新娘，从抽象的背景营造到具象的环境营造，宽阔的信息来源、时尚的前沿性审美、赋予真诚时的创作自信等等，都在他的绘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以诗意的凝重发挥着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纸新娘》系列作品中，曾传兴寻找的不仅是画风的变化，更是一个探寻者对艺术维度的不满足与步步精进。他用真实的纸性表现了一个易碎的人生，将一种可见可不见的人生意味潜藏在他的画笔中，隐含于他的画作中。最开始是以白色为主，都是意思说这个纯洁的，神圣的啊，因为你看从欧洲的婚纱啊，他们都是，其实这个也是带这种隐喻，一种比喻。你说谁穿婚纱穿个纸的呀？谁的生活中是一个纸的服装？其实就暗示这种脆弱性。别看我们人类好像很强大，其实我们人类是很脆弱的。你和自然比较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物种。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人类是自命不凡，其实我这里头这一纸的含义是含的比较广，不仅仅是一个说婚姻的脆弱，其实我们算到我们人类，我们生命也是很脆弱的。说我们不加以对自己关爱、自己呵护，迟早会受到惩罚。在中国画坛，曾传兴的画被评价为新古典写实主义。他认为，现代人已不可能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主义，重要的是对古典精神的继承。古典精神就是对美的典范的膜拜，对艺术的虔诚，以及尽善尽美的艺术态度。在他的作品中，不仅结合了本民族的自身文化特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用现代人的审美眼光在自身传统的水墨基础上得以发展。尤其是审美意趣上的追求，不但满足了东方人的审美需求，也满足了西方人的审美需求，从而形成了其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符号。那么新古典的代表人实际上就是安格尔，我说的是法国一个大师叫安格尔，他的话才是新古典。但有人对我的话求新古典，对我是一种表扬，对我是一种夸赞，倒是可以谈叫新经典，倒是可以。因为我们正好有一个组织叫中国新经典画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叫经典呢，那么应该叫讲究，就比一般的人画的画呢更讲究一些。从画面处理，通过造型的处理，通过色彩处理，通过画布底子处理，方方面面吧，可能要讲究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称为那个新经典，比较贴切一些。中国古人评论艺术作品讲究雅俗共赏，一件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应当既雅又俗，雅中有俗，俗中有雅。而曾传兴的油画很好地处理了艺术的雅俗共赏和艺术审美的格调与品味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油画界的新锐，曾传兴持有一种严肃虔诚的态度，追求人性人情的人道主义情怀。
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开创了中国油画的一片新天地。他所展现在观者面前的作品，人物表情多是安静忧郁，画面背景色调多以青色、褐色为主，除了更突出人以外，更显现出画家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态度。那种因独立而产生的张力，不仅来自画面传达的信息，更来自其画面深藏的内蕴，精致、唯美，有着直抵观者心底的绵绵力道。你说这个我们油画当中的意境很多要来自于背景的处理，当背景处理的和人物是和谐统一的时候，你整个画面它就非常协调，也能传达你这个画人物这个人物的这个内心。你比如说我后面的我的背景当中就后面叫天外之音，画的一个红纸新娘，拿着一个信签儿，用这个很唯美的充满神秘的很天堂般的背景来烘托这个人物的内心。他读这封信带某种期待，其实信当中一个字都没有，是一张白白的纸，这个纸呢还有些褶皱。你像这个信念的目光是有些羞涩，再回眸一看，担心被别人发现，这是当然，他是他个人内心世界的，是他的一片净土，不需要任何人去打扰。在多年的艺术之路上，除了《纸新娘》以外，曾传兴还先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风景和花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在使作品的形式获得了意味和表现力的同时，也把观众带入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轻灵而有弹性，柔美而不柔弱，抒情性与沉郁的画面感相结合，不仅显出画家对于物象的情怀，也感受到画家内在的脉动无所不在的流溢，感受到其中激情燃烧中的卑微的生命，以及画家此时此境中海不扬波的内心。我的作品呢，传达的理念就是让人们去尊重美，去欣赏美，去呵护美。美不仅仅是油画，不仅仅是漂亮女孩子，美包括很多，建筑，我们的环境，是吧，我们的家园，以及我们的城市，美是方方面面的。换言之，也就是说艺术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喝的水，我们吃的粮食，好东西就是美。在中国画坛，曾传兴既是一位艺术幻想家，又是一个锐气十足的实践者。他注重艺术的精神品质，又沉浸于超越和创新。他通过否定而自我解放，在深入挖掘和无限蔓延中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